我哋睇间440尺嘅两房，入嚟就系一个长厅，几靓仔啊！同埋佢楼底价好高，然后呢度就有个露台位，望出去就 double 九龙湾嗰边嘅，所以视野呢边如果高层 OK 嘅，最主要都系面壁景啦，可以买翻向南，向南就有少少嘈。咁呢度就系一个 L 型嘅厨房，木质面啦，同埋啲横石台面或者啲大理石面咧都几靓仔嘅，台面系绝对够。下面就有啲收納嘅空間啦，然後仲有個洗衣機都喺度嘅。呢度就睡房，幾大嘅，同埋佢有扇窗啦。呢度就望翻佢哋嘅天台頂，幾得意。就係轉過嚟，浴室整體嚟講，我覺得好企理，收納量都夠嘅，鏡櫃啦，然後有一個浴缸浸浴好舒服，然後有一扇大窗 good 嘅。呢度就主人房。总体嚟讲，我觉得唔差嘅，一做 L 型嘅个窗，采光好靓，望到彩盈村啦，望到座狮子山啦，应该系笔架山，前面就系旧楼，然后会望到两个前景，其实我觉得 OK 嘅。似啲单位有600几万，去到800万左右，我觉得，因为高层嘅价钱未开，佢之前卖咧就20000尺，以前呢啲单位就算低层都卖800几，高层过千嘅，所以佢系平得几狠，你又觉得呢？